糟，哎、欸，你都好常出现哦，那个 XIAO 应该不是兔窝的吧？好像又是，天啊，你谁？嗨，播个歌好了，不然音乐。可是播歌如果后置又很麻烦，天哪！对吧？如果播歌的话又后置哦，麻烦。嘚嘚嘚！哎呦，白痴哦！怎么那么大声、啊？早安，怎么歌啊？天哪！好啦，就这首了，老歌，可恶 ，delete。好，怎么会是麦块呢？因为我其实这几天在挑地图。那我挑，这个 Sky Block， 没错。那早上就在想说要怎么开。好的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，一颗木头，然后三个村民。那这三个村民嘞，就是你可以用木材换水，然后换种子，然后以此类推嘛。啊，这边就是矿物类的，用矿物换的。那这个还没看啊、哦，更进阶的就是要烧过的石头酥才有岩浆桶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打木头，先换水嘛，换水，然后做，然后用铲子才能换酥。哦，好，走啊，哎、欸，哦，本来是想要那个啦，继续爬塔，可是，你知道麦块我真的很喜欢玩的就是空岛，但是一下真的就腻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个人真的是很没定心，对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、欸，以前也不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啊，哎、欸，我在干嘛？先换冰。然后它版本原本是 1.12 啦，但是1.14还是 1.13 就是这样子换比较方便，所以我把版本升级成 1.14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这样，然后做个锄头，然后就可以开始种田啦，哒哒哒。叫人陪我玩，玩什么？玩爬塔、哦。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我发现一件问题，我们要等他长大哎、欸，那要是爆麦啊，这问题有点大哎、欸，再来，要等这个长大耶，等一下，空岛可是很挤哎、欸。我爆了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可为什么啊？奇怪、欸，哇！可是我那时候后置起来，就觉得我声音平时讲话太小声，所以调大声。然后现在刚看了一下 OBS 红灯，喂，耳机，这是耳机，
耳麦录制等级，然后调低好了。哇，好，好像可以。早。F 三，我看一下他的等级哈 ，level， 哎、欸，看哪里啊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咒物等级，有没看到？我忘记在哪里了，糟糕，糟了个糕，零，好吧，慢慢等，然后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啦，我们继续来研究一下，这能做什么？换种子之后，种子才能换主菊，然后再换一朵花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种木头。再加原木等于骨粉，南瓜种子。那南瓜种子要干嘛？木棒加萝卜等于岩浆桶。哇，我们要很后面才能鹅卵石制造机耶。使用骨粉是不是很奢侈？奢侈啊！你看骨粉要种子加原木哎、欸，真是这个画面好无聊啊！好啦，那我们来聊天吧。这个如果真的拿来剪片的话，后置就很好玩了。噔，发现，我应该把声音再调低，这样后置应该会比较好后置吧。我是不是太早种田了？没有啊，你要先用原木材换个种子哎，啊，可是你这样子加起来，你的木材会不够换那个啊骨粉啊。你首先你要先有种子啊，你在想啥？一定要先种田吧，而且如果现在有叶妹，我会哭哦。加速生长的指令吗？我不会耶、欸、应该说我不懂。可是打了是不是就很不好玩了啊？可是不打是不是要等三天才会长大、啊、可以吗？你们可以打给我吗？不要太夸张的那一种，也可以太夸张一点点啊，因为如果这个这样等下去的话，因为曾经有人他是录那个小麦的说时，他说他录了三个小时，因为他种了一大片，然后他录了三个小时，想说等全部的小麦长大，但是长不大。他有三小时啊，三天什么三天？你只会 Google， 那我去 Google 看看好了。你不要页面哦。M I N E C I F T 1.14.4 作物生长。指令。哎，请问这是加快多早、啊？加快多快啊？未知指令。那这是……等下我是不是要把作弊打开呀、啊？协助工具，显示字幕。显示文字不透明度，聊天室设定在哪边调啊？我天，音乐及音效按键设定，这是因为我没有打开作弊是不是？进行备份，
哎、欸，我不会啦，好烦哦、喔。是错的吗？还是要切冲道？不用吧？要吗？是要切冲道吗？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不怎样。我现在是要先把作弊打开。作弊在哪？显示语言资源包去 Google， 我有打斜线，不是，重点是我现在是不能切创造的，所以我现在是，聊天功能，哎，哪边打开那个啊？是要先开区网啊？这边哈，对哈，允许作弊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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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了，怎么感觉太低吗？300，哦，有了有了，现在是300倍，要是没有这个的话，不就开一整天的台都不会有长大了吗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感谢各位，还好有开台。那长太夸张了、啊，我再聊一下哈，还是100好了，100。不过它长这么慢有个好处啊，就是因为如果你东西玩得越快，很快就腻了。它这样还算 OK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会加速指令了，我们可以差不多关台了。对啊，如果聊天台的话，我去爬塔就好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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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其实我在想，这个土其实只有2层呢。那我要怎么砍树啊？砍一下好了。厨具。我注意到一件事情，会有夜妹。哎、欸，这个指令应该也会影响树的长那个吧？吧吗？蕨类要蕨类干嘛？蕨类能干嘛？蕨类还要换哦？哦，换萝卜是不是？毒马铃薯。等一下，那请问毒马铃薯要怎么来？先打僵尸掉萝卜跟马铃薯嘛？可是我有毒马铃薯，干嘛要换马铃薯？不，我有马铃薯，干嘛还要去换？我在讲什么？
第一天不会有燕妹啊，要三天啊，所以我要有羊毛啊。啊，刚刚没长大。让我来思考一下。西瓜换甘蔗，换甜菜种子。哦，白痴哦，看到了啦，我在想什么？甜菜种子换马铃薯，多马铃薯，然后多马铃薯加果粉换马铃薯，马铃薯加蕨类换萝卜。我们要先务农，农到有岩浆桶，才能开始盖鹅卵石制造机耶。我的妈！羊有生怪蛋没有？它一开始生成就只有三个原木，没有箱子。哎、欸，好划算哦！输家地狱之心等于两个地狱之心。不是啊，为什么是不会长大、啊？所以树的指令跟……哎、欸，树没有哎、欸，好吧，没关系，那我们树就慢慢等吧。得了了。对啊，我看了一下刚刚维基上面讲的了。那个只会影响蘑菇，我要蘑菇哦，蘑菇藤蔓、冰雪融化、火焰传播、草菌丝、岩浆周围方块速度、地狱门生成猪人的速度。种子还能换什么？对啊，只有一格哎，好恐怖哦！好挤哟、哦！鹅卵石八个换一个碳，一个碳加烧过的鹅卵石换。为什么要这样换呢、啊？来来来，我们来研究一下，为什么？哦，我懂了，反正就是一个碳可以烧八个鹅卵石嘛。然后烧过的再换这个，然后自己挖掉。哇，我看到了！哇，这掉落速度我喜欢。先把下面补高，不是补高啦，盖个东西，骨粉南瓜，换一个骨粉，换南瓜种子，再换一个南瓜，然后西瓜。有西瓜种子就可以换。好的，
树叶消失好快，那是因为刚刚打那个指令啊，打那个作物加速的指令。哎咻！防分防爆吗？没有啊，玩空岛干嘛？干嘛要开这个？应该说，有时候防爆反而是一件不好的东西。因为有时候你像盖那个雪人或者是村民自动繁殖那个，以前啊，自动繁殖那个，你防爆开下去，你村民就不能自动交易了，很麻烦。以前盖这个高空作业手都很抖哎。是。要上班还下班专嘞？啊，上好了。箱子哦，等一下吧。没有啊，失足才没有玩空岛，就是要有失足的那种紧张感呢、啊。不然你可能想说啊，要补个东西，你直接跳悬崖下去，那种就有点不尊重生命，不珍惜生命，懂吗？好啦，你们不懂。没有啊，八七掉下去不是你们最爱看的吗？然后尖叫惨叫啊，崩溃啊，不是你们最爱看的吗？要先弄这个，不是啊，最常掉下去的原因都是蓄福的没按好啊，不然就是用那个半砖。有时候用到下半砖去，就在那边乱叫了。好了，还是做个箱子好了。真香。哎呦。晚点把那个指令关掉。
他声音是不是有优化啊？怎么变那么好听啊？啊，早知道当时就赶快开一个空道来玩了，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我在干什么？我正在冲杀回啊！天啊，干这中这里就好了啊！我比较喜欢看崩溃炸地图时，你是说之前玩那个解谜解到后面炸地图的时候吗？我也很喜欢啊不过当时一直被说不尊重作者啦。等一下哦，要改回来数值调多少啊？是不是三？我刚刚看说预设是三，是吗？三。感谢你。嗯？哦，没有，忘记调回来了。制造机要盖哪里啊？再来是要用甘蔗、南瓜种子换甜菜种子。甘蔗、南瓜种子。
安安呢？早安，早安。啊、哦，还要想鹅卵石制造机要放哪里耶？不然会被烧起来。第二天，夜魅要降临了。咻！再开回来好了啦，我们等到有。还没长大吗？我们等到有鹅卵石制造机，我们再来边挖边聊天。干嘛？这熟了吧？还没，哇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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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刷刷去。我等下要锁麻了。啊、哦，要盖哪里嘞？边倒水会往左右流，好烦啊！我突然忘记怎么，突然不知道怎么盖了、欸。岩浆两格，水一格，那这样子。蕨类换土哦，那土其实还好哎，后期啊，冰，哎、欸，西瓜种子。其实不用了、欸，我可以换骨粉了、欸，所以我其实可以不用加速生长了。呢，好，关掉，关掉。三，
想盖有点丑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这里下去了，要出门了，不然等下 CD 知道了。好，路上小心。等一下堆飞虫，是用栅栏啊？我记得现在改栅栏了吧？木桶不是？嘿、欸，半砖。查一下，我就是都用半砖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吗？哎，啊，那是1.15，1.10是怎么合？靠，忘记了。1.14的堆肥桶，我快找到了。啊，怎么有胶怎么合啦，白痴哦、喔！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还要再一次，对吧？然后这样子。